面团员间拥有革命情感，没想到近日却传出清风与吉他手嘉凯有意变调。知情人士透露，他们翻脸的原因是因为嘉凯决定单飞，一个人名义推出作品，还邀请炎亚纶助阵。后来因为炎亚纶爆发丑闻，该首单曲在数位平台上线不到18小时后就直接全面下架。清风对嘉凯单飞的决定相当不爽，还取消了嘉凯 IG 与微博的关注。而业界人士也分析，嘉凯与炎亚纶合作恐怕会影响到苏打绿在中国的工作机会，毕竟炎亚纶在对岸属于黑名单。对于网上种种传闻，苏打绿团长阿福直低调表示，近期苏打绿还是有在练团，因为七月要到大陆参加泡泡音乐节，并没有多做解释。两人的关系也再度网上引起热议。